is a hard game, don't you blame. It's your chance to arise your aim. Let your spirit be brave, always fight to hold your name. No matter how bad or rough, you never surrender.小曼，伯母，怎么不进去啊？嗯，我想看个小龙，可怕他不理我。哎呀，怎么会不理你呢？来，进来，进来，进来坐啊。嗯。给你倒杯茶啊。伯母，您别忙活了。这是新沏的。小曼来了。伯父好。啊，坐坐。谢谢。伯母，嗯，您别忙活了，我想跟您说说话。嗯说吧，说。我现在很担心小龙。小龙怎么了？我觉得他跟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对你不好了？我说的倒不是这个，伯父、伯母，小龙的性格我是了解的，我倒是不担心他对我不好。我是觉得，他要是再去练咏春拳，会把自己练坏的。嗯，这小龙他是有点走火入魔了。嗯，伯母，我听说他受了伤，我想上去看看他。小心点啊！来吧。哎呀，哟，这是怎么了啊？没事儿。那你刚才在干什么呢？整个人跟抽筋似的。是啊，我刚才也看见了，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什么话，我在抓蚊子。刚才黑着灯你怎么抓蚊子啊？我现在腿使不上劲儿，又抓不到蚊子，连连反应能力吗？哎呦，真是，我的天哪，把我吓得够呛。小龙啊，人家来了你也不打个招呼啊？啊，来找我干嘛？你怎么这么跟小曼说话呀？啊，我只是来看看你伤得重不重，问问你疼不疼。对，这是我从新加坡给你买的拳击手套，我不想让你再受伤了，以后别再伤着自己了，行吗？哎，小龙啊，快，谢谢人家小曼啊，快呀。谢谢他的手套。哎，小曼，来，我给你沏茶去啊，走。师兄，哎，小龙，你怎么来了？来，坐。反正在家我也没事，就过来让师兄讲讲绝招。你呀、啊，
练武毕竟是为了强身健体，至少也得养好了伤再说呀。反正爸爸这几天也去了学校请假，闲着也是闲着，就过来让师兄好好教教我嘛。我昨晚一夜都没睡着。为什么？蚊子捣乱了？是你。我？是你的一席话。我说什么了？你说你为了尝尝王家拳脚的厉害，专门去挨了这顿打，你还把咱们咏春拳和王家拳做了比较。怎么了，师兄？我说的不对吗？兄弟，我从6岁开始习武，我不如你啊。师兄，你怎么这么说呢？你不想教我了？教。你看着，出拳时要外松内紧，松在肌肉，紧在筋骨，手臂要像一条鞭子，这样打起才突然，才有力。是这样吗？你试一下。我出拳的时候手臂是不是有些僵硬啊？有点紧，可能是因为你现在受伤，有一点保护自己的意思。记住，只有心情放松，手臂才能放松，手臂放松才能心情放松，心情放松才能手臂放松，手臂放松才能心情放松。小龙，你要记住，只有这样，身体和大脑才能形成一体。还有，打斗的时候要连续不断的出拳，感觉到支持不住了也要出拳，一旦你支持不住了，脸上就会露出败相，这是习武的大忌，谁能坚持到最后发力，谁就是胜者。还有，你要记住，你身体的消耗和对手的消耗是一样的，你坚持不住的时候，对手的身体和内心就更坚持不住了，这样即使是你的拳头劲力不大，也足可以将他击倒。明白了。好，你来试试。我试一下。慢点，别踹我呀你！快点！干什么？一大早把我拉这里来呀？你还要找打呀？你进去，你进去不犯规矩，想个办法，把黄皮条子找出来。哎呀，小龙，我真不能帮你这个忙。你说你身体刚好，总不能什么都不干，整天找挨打吧？今天考试，考物理，你去不去？不去。真不去？不去。那我就把你放倒在这里。哎，别别，我又不是你的沙包啊！你快进去啊！啊，好吧，知道了。进去。我去。哎，我进去怎么说呀？你就跟他说，他的克星来了。你说什么？你是谁的克星？哼，当然是你的。哼，我的？嗯，我还想跟你学两招呢。看来我那天出脚还是轻了点儿。今天你是想断了肋骨呢，还是想断了腿？哎哎哎哎哎！要是你断了肋骨或者是断了腿，该怎么办？那算你本事大，来。哎，李小龙，你找死啊！闪开。哎，